西门汤汁的油条，鸡公煲怎么能少得了汤泡饭呢？对吧？你看，轻轻松松一碗饭。Hello， 我是丹妮，我现在就在西南交大这边，然后呢，就是来吃大家千呼万唤的那家重庆鸡公煲。其实呢，我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了，但是那次因为我自己的原因，我把那个麦插错地方了，所以呢，那条视频就完全不能用，噪音太大了。我们今天再去吃一次，走吧。我点的是汤煲，然后呢，芳芳点的是干锅，我们已经上来了。我的特辣，你那个什么辣？微辣。我没有加方便面，我加的粉丝，它的粉丝很容易断啊！我的天哪，西门汤汁的油条，哇！尝一下它这个，如果你们来吃他们家的那个鸡公煲，如果吃的是最辣的那个，然后又吃的是这个有汤的，一定一定一定要买饮料。还有这个油条真的好好吃啊！我想喝口汤。来，你可以给我一点汤吗？这个真的好绝啊，芳芳，给你匀一点。你为什么要点干锅？傻不拉几的。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鸡肉哈，不是那种鸡腿肉，就是很多那种骨头的那种。鸡公煲它就是那种，会有一点点甜甜的，是吧？酱香那种。它吃的特辣，它能吃出甜味。真的，你不是你吃它这个汤汁就是那种甜甜的，有一点甜，酱香那种。我的微辣也甜，我吃出来了。那你说我？腐竹，腐竹，哇，裹着饭绝了。待会儿吃饭，他的油条，好香啊！今天给我做的这个变态辣，真的没有我上次吃的那个辣，上次真的把我辣到了，真的把我辣到了。但是今天你这个我吃的也辣，咱们不是一个水平。说着不辣，还是开始辣了。我要尝一点你的方便面，感觉还是该加方便面，不该加粉丝的，粉丝全部断在里面了。还是方便面好吃。真的其实不是很好，就是这种看嘛，味道是 OK 没问题的，就是鸡肉鸡公煲怎么能少得了汤泡饭呢？对吧？
这个才是灵魂。我真的觉得汤泡饭才是最好吃的。这个汤汤真的好好喝啊！这个汤泡饭真的好好吃。那个汤泡饭我可以吃三碗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必须行。你刚轻轻松松一碗饭。我再去打一碗，等我一下。这一碗是吧，我还拿了一个勺子，哎呀我都不敢使劲的喂你们一口。再来点汤，这种汤我真的会忍不住的想去喝它，你知道吗？还要吃一碗，最后一碗，真的最后一碗。我觉得我一碗比一碗多，有没有？比我脸还要干净，有一个腐竹还。我真的不想停下来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它现在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些渣渣。你为什么要看着我？他们就是给我看着。跟你们说拜拜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接下来吃的话，我觉得不要加粉丝，粉丝太容易断了。然后你可以不吃它的鸡，吃它的其他的宝。拜拜！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评论、点赞和订阅哦，还有不要忘了点亮小铃铛，以便及时收到我的更新消息。